然后我跪倒。陈飞，持重一下，我脚都快结冻。啊！好冰哦！我要死了！哦，在静电哎！对啊，你要小心哦，那个石头很滑。嗯。哦，太冷了，不行不行，要上去了。啊！像，对。哎呀，对啊，很漂亮，刚刚国外。东西在后面，山景很漂亮。这有一条路，我们刚刚是从那边下来的，那边比较不好走。我们现在因为刚下来玩的时候，发现这边有一条路，就从这河边这里，看到这棵大树吗？从这棵树旁边这边有一条路可以上去。这边有动物的排椅。